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，请您将手机调为静音或关闭状态。观看比赛时，请保持赛场安静。拍照请关闭闪光灯。场馆内禁止吸烟，谢谢合作。欢迎大家来到英之故乔氏杯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一阶段33-44组第九场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三号台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戴驰、李宁。11号台裁判员赵帅，运动员王攀、张建海。12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张建柱、刘大伟。13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骆立健、邓薛迪。14号台裁判员韩文涛，运动员于红、韩旭。15号台裁判员郑俊立，运动员高子航、吴昌浩。TV2号台裁判员刘欢，运动员郭威、毕洋洋。TV1号台裁判员高妮妮，记录裁判员龙飞、魏金亮，运动员张鹏，马来西亚选手李莎哈山。现在比赛开始。